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艾玛。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七岁。你家有几个人？我家有六个人，爸爸妈妈、姐姐、阿毛阿姨和我。叫艾曼，我今年七岁，我家有六个人，爸爸妈妈、姐姐、毛阿姨和我。叫艾瑞娜，我今年八岁，我家有六口人，爸爸妈妈、弟弟、毛阿姨。